已经公布了我们的那个最佳综艺以及资讯节目主持人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等着得奖的这一位，也是我们史上的纪录保持者。没错，已经得了太多太多次的凤姐啦。凤姐现在这一步走到这个后台，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。没错，她好像来了，各位朋友，凤姐是。干嘛要遮着脸？你觉得我们不认得你吗？凤姐还好吗？来来，凤姐忍住。凤姐加油！谢谢谢谢，我先接触后台。可以接受我们一下访问吗？凤姐现在热泪盈眶，是不是感觉特别不一样？有一点点的激动，因为对，有一点点激动。没有想到自己会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。我觉得。不知道哎，因为其实呼声很高，是凤姐。是，但是人家都觉得说连庄的那个几率性的话，应该就是会比较低，所以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。嗯，了解。所以现在感心情特别的激动，是还是因为刚才洋葱？对，都动了眼睛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相信第二系列其实跟第一系列也完全不一样，因为第二系列的时候真的是做起来好谈心的感觉，那种聊天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很，我们也觉得确定你说二很值得。哎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我要去找我的 Ada。我们还要访问一下下一位。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很期待说那。第二系列的出来了，那现在第三系列，第三系列又要再出来了，是的，正在筹备当中。但吴光，我讲一下，吴光，我讲，其实我这次能够从国外回来，其实也都是因为全听你说在筹备，那刚好也是红金大奖的这个举办，所以就也刚好就顺势，对 对, 对，我们陪着你一起往后走，好不好？是，那因为你要去找我们的 Ada 姐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喜悦传达到她那里去。来，小心小心。小心小心小心！哎呦，世纪大拥抱！我们看到最真诚的友谊。是，我觉得大姐也要哭了。哎呦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你等下接受访问美美的。哎呦，我一直在发抖呢。走走走，你要还要接受访问，小心小心，哎，我们陪着你走。姐不哭，眼泪是珍珠，因为我们有很多要向您学习的地方。哎，那大座真的很沉重，很沉重。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凤姐，我其实想问哦，因为很多人其实在网络上都很心疼另外一位人，就是我看到，我很心疼他，我很沉重。哎，小心，就是你这一次其实有没有想说，哎，不然我就让给亮哥？有，不是说亮，不是亮。我觉得神秘嘉宾真的很棒，收视率又好。是是是，所以我很不是说这种东西轮来轮去，我感谢他们，但是郭亮一直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对手。没错，真的，他真的很棒，只是可能可能各方面的那个综艺性啊、娱乐性等等，就会比赛嘛，总是有人。比较讨喜一点，但是他的技术是真的，一直是我最尊敬的。真的，我们也都这么认为，而且我觉得这也讲求运气一点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代表不得奖，不代表他的实力就输了一点点，但没有那一回事。我们也是非常开心，我们凤姐再次蝉联，但是我们还是很期望下一次到底会是谁？对，越来越期待了。到底能抓住多久？有提到说，第三系列哦。来来来来。恭喜！你们快点去工作。我们要到 Media Corner 了。对对对，护送您到那儿。是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我们先下个楼梯。